们要介绍这个有机化合物。有机化合物的定义是什么呢？我们国中就有讲过，它定义本来是这个自然界中或是生物，生物体内的一些这个化合物，但是呢，有一个科学家，对，他不小心就是制造出了这个尿素，他在实验室制造出了尿素，所以我们就发现说，其实很多我们生物体内的一个物质，它其实是可以在实验室制造出来的。好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们对于有机化合物的定义就不一样。好，我们后来对于有机化合物的定义是什么呢？我们说有机化合物一定要有一个元素叫什么？碳。碳。一定要有一个元素叫碳。但是有些东西，它有碳，但是又不叫有机化合物。例如说什么东西？例如说氢 ，CO2。OK。还有这个CaCO3。好，有碳酸根的不行，碳的氧化物的不行。还有一种东西叫做 CN 负，这个叫做氢化物，这个叫做氢化物，OK， 这个也不行，有这个氢化物的这个也不行，这些东西不行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这个只要有碳，我们就说它是有机化物。有机化物呢，可不可以没有氧？可以。可不可以没有氢？可以。懂意思吗？可不可以没有碳？不行。不行，一定要有碳。懂意思吗？好。接下来我们先来讲有机化合物里面五花八门，很多种类。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讲最简单的这个话，有机化合物呢就是怎样？只有什么？碳跟氢，只有碳跟氢，我们叫做什么种类？叫做氢类叫做氢类叫做氢类。国中有没有讲到氢类？有，对不对？国中讲到氢类，国中讲到氢类。会讲到哪几个东西呢？会讲到烷类，会讲到烷类，会讲到什么？会讲到硒类，对，会讲到烷类，会讲到硒类，还会讲到什么？你国中还有听过什么？有没有听学过苯？有没有听过苯？环状。苯环状的东西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们现在要对这个烃类呢做一个通盘的一个介绍。我们要对这个烃类做通盘介绍。好，烃类它是怎么分类的呢？首先烃类可以分成两大类。烃类可以分成两大类，一类叫做链状，一类叫做环状。环状就是有环的，链状是没有环的。好，分成链状。跟环状。好，那你觉得，例如说我们以前学过的这个叫什么？乙烷，你觉得乙烷算是链状还是环状呢？乙烷算是链状还是环状？乙烷有环吗？没有，它没有环，好，所以是这个链状，可以吗？好，再来，链状呢又可以分成两种。链状呢又可以分成两种，分成哪两种呢？一种叫做饱和的链状烃，一种叫不饱和的链状烃。好，我先写一下，饱和的链状烃跟不饱和的链状烃。好，那什么叫做饱和？我们来说明一下。饱和定义非常简单，就是。它只有单键就叫饱和饱和定义就是只有单键。只有单键代表没有什么，没有双键，也没有三键。没有双键也没有。三键就叫饱和，可以吗？这叫饱和。好，所以我们的烃类，我们的这个烃类链状的部分呢，分成了饱和跟不饱和。饱和跟不饱和。那链状又是饱和，基本上你就是什么东西？你就是烷类。就是烷类。只有单键，也就是没有双键，没有三键。那不饱和就是什么？有双键也，或是有三键。
好，不饱和就是有双键或者有三键。双键的话，我们叫什么类？双键我们叫什么类？我们叫做 C 类。好，那三键我们叫什么？缺类。好，我们叫缺类。OK， 这样稍微了解，对不对？今天 C 类哈，今天 C 类它为了要有双键，所以它最少一定要有几个碳。C 类它为了要有双键，所以它最少一定要有几个碳。一个碳可以有双键吗？一个碳可以有双键吗？不行，它最少一定要什么？两个碳。两个碳中间是不是才有可能构成双键？听懂我意思吗？好，两个碳才可能构成双键。好，双键的话是什么？双键的话是长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它叫什么东西？两个碳是不是叫乙开头的 ？OK， C 类它叫什么？乙烯。所以乙烯就长这样子，可以吗？哦，乙烯就长这样子。好，乙烯长这样，那如果再多一个碳，变成什么？丙烯。好，多一个碳变成丙烯，它什么化？这样是不是三个碳？三个碳里面我一定要有一个双键，好，那我把这地方画双键。画完以后，我再把氢把它补上去。那老师，我怎么知道补几个氢？你要看一个碳一定有几只手？四只手，很好，好。是不是这样？这个东西就是什么？丙烯。那烯类讲完，那你还可以有丁烯，还可以有戊烯，一路下去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烯类讲完，我们就要讲什么？我们就要讲缺类。我们就要讲缺类。缺类呢，它是有什么？有三键。你要有三键的话，一定要有几个碳？一定要有两个碳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少一定要有两个碳，才可以变成什么？缺。今天这个碳已经有三只手了，所以只要补几个氢，只要补一个氢就好，对不对？只要补一个氢，这个就是什么？乙缺。哦，这个、就是乙缺。那、啊、丙缺呢？丙缺当然就是三个碳，而其中一个要是什么？要是三键，好、哦，然后再把氢补上去，这个、就是丙缺。好，可以吗？所以你要知道哦，有没有甲？有没有甲烯？有没有甲缺？没有，这个是什么？最小的烯类。这个是什么？最小的什么？缺类。可是碗呢？碗类呢？可不可以只有一个碳？可以吗？如果只有一个碳，就是什么？加碗。OK， 好，我们先留点时间给同学整理一下，好不好？因为整理完，我待会我这边等一下要擦掉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要把这个表把它全部填完整，我把这个表全部填完整。好，我们一次来看一下烃类到底有哪一些。
这个是这样子的哈，这个为了当兵，不是的哈，这个我们去当兵嘛，那男生长大后要当兵，当完以后还要干嘛？要固定的每年要回军营做训练，这个叫做什么教招、教育召集，知道吗？哦，那所以我今年就收到了教招令，教招令就是说，这个张先生啊，那个你要回军营训练一下，回军营训练没有问题啊，哈。可是军营哈，有几个小小的一个问题啊，第一个是没有冷气啊，没有冷气啊。那第二个是每天只能用30分钟的手机，知道吗？那感觉好像回到国中生一样，知道吗？就是晚上把功课写好，干嘛？我功课写好，不会用手机，然后用那个可怜兮兮的眼神问你妈，然后你妈说真的写好，对，我写好。那今天学校表现怎样？表现还不错，好，可以。然后只能30分钟，然后开始跟同学聊天啊，你知道吗？或者打一场电动啊什么之类的，哦，你打一场传说对决啊什么之类的，然后明明就剩5分钟，推到对方的高地塔了。然后你妈说，30分钟到了，妈再等一下，你如果不给我，你一个月不用手机，对不对？差一点就赢了，然后就真的把手机还给你妈，对，然后就被反推一波，你就输了，然后那个信誉分数好像被扣分，你知道那个感觉就很差，好 ，OK。然后呢，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？除了就是没有冷气，然后每天只能用30分钟的手机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如果我去了，我今天就没有办法在这里上课，知道吗？因为它时间是一个礼拜，哦，当然这是最重要的。可以不要去。对，还有什么？可以不要去。不能不要去，除非你有特殊的原因。OK， 除非你有特殊的原因。那接下来我就要讲了，就是我就要想办法找出一些特殊的原因嘛，对不对？通常哈，以前的话是只要你出国。你出国就可以不用去，知道吗？你出国就可以不用去。像去年的那个时间，我不小心也出国了，然后我就又没有去，这样不小心偷笑哦，不小心出国。但是从去年的12月开始，政府呢就为了提防这种小人的行为，就是你，所以他就新增了一些法律。那新增的法律说什么东西？你不可以因为出国观光哦，而就是逃过这个教育召集。观光是吧？对，就是不可以观光。OK， 那我这次呢，我就没有观光，好，你做什么？对我这次呢，我就是递出我的申请令的时候，上面就写出国，那后面还要写原因嘛？你为什么要出国嘛？以前我就写说，哦，去韩国玩，然后这样就给你过。但今年我就发现，哦，事情不太一样，不能写去韩国玩，所以于是呢，我就写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写我去参加一年一度全球亚太地区的铁人教育集团会议。那今年我们在这个韩国的首尔开会，所以我必须过去一趟，这样子。那这个它上面就是有问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张卷子，还要盖你的那个政府机关，不是政府机关，你的那个机构的那个章。因为我上面就写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出差，我上面要写出国出差。啊，为什么要出差？因为我参加这个铁人文理教育集团，这个全亚洲的地区性会议，这样子。啊、他当然会觉得、哦、你是不是虎烂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是虎烂，但是不能被抓到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你要怎么办？你要盖一个章，他那个章怎么办？你找铁工拿，我说那个铁工、哦、我需要用章，他说干嘛？我说啊，不用管那么多，就哦好，他就找铁工。可是你想，我们政府会这么笨吗？他是不会这么笨的，他一眼看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啊，哦、怪怪的，感觉就不是要去参加什么亚太地区会议。对，我当然不是，但是不能让他那么容易识破，不然我现在这个时间我就不能怎么样，我现在在虎口里面，对吧？虎口军营里面，对，那边除草之类的。哦，那教招是干嘛？教招就是这样回去训练，但是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事情做，就叫你去除草之类的。听说说你们会上名侦探柯南？他、啊、什么东西？名侦探柯南。怎样？说你们会一直来看吗？哦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好恐怖、哦。名侦探最近出的不好看，如果是以前一点的还比较好看。然后所以他就来问我，因为他就觉得我这个嫌疑很大。他就说：“张先生，这个你们要韩国参加会议，那有会议记录吗？有会议的那个行程表？”我说：“长官给你报告哦，这个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们这个会议行程表都是前一个礼拜才会出来，而且目前还没有出来这样子。”他说：“哦，是哦，这样子，因为我后面有写说我去开会，开会还有参访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那你们去哪个地方参访？你们有参访机构吗？你们有跟他们联络吗？请提出证明。”这样，我就有点吓到。我说：“靠，我怎么那么严格？”我想说应该不会那么严格，就是超严格。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反应快，知道吗？我就灵机一动，他说：“
长官是这样子的哈，这个没有，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参访，我们是暗地去参访，我们是暗地去参访，因为我们是要去了解韩国他的一个补教风气如何。他说，他就看我，就一脸就不相信我。我就说，报告长官，我跟你讲，你有没有听过拓者？他说，有，我听过拓人。我说拓人在新竹很流行。他说，对。他说，你听过明光艺术？他说有。我就说，长官，我跟你报告哈，这个我们补教风气，拓人跟明光艺术，它是从什么？从日本来的，对不对？那从日本来的。可是长官，我也要跟你报告一件事情，我们现在这个台湾的社会，已经慢慢从原本的哈日转成什么哈韩。所以我们预估下一波这个补教风气改革呢，我们会参考很多韩国这个补习班，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改革发生之前，我们要先把自己准备好，先武装好，那才能对这个台湾的教育事业做出最大的贡献。所以我们这次去韩国私下参访这样，然后他就哦是这样子哦，你知道吗？他的表情就会开始相信我了，然后就最后，我讲超多，真的我讲超多哦。我说你们知道我们在台湾现在的补习风气是怎样子的，然后我们希望跟世界接轨，我们要重回亚洲四小龙的一个光荣这样子。好，他就开始，我不知道是相信我还是不想再听我讲废话，他说好，我知道你跟我讲这样。好，然后呢，可是最后我的文件上又少了一个章，你知道什么章吗？就是盖那个公司章以外，还要盖一个就是负责人章，你知道吗？要盖负责人章，然后他就叫我回去拿负责人章，然后我就跟铁头盖负责人章，然后就送出去了。然后隔了三天吧，那个批准的公文下来，然后我后来就到韩国去了。对啊，我到韩国去，我稍微观摩一下补习班。我看到有一家补习班在那边拍个照片，然后我就走掉了。我说如果他问我的话，我就可以跟他讲，然后我就拍个照片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是去韩国，我也是逼不得已的，知道吗？我也不是那么愿意去韩国的。我这要跟你们解释一下，不然你都以为老师都出国去玩开心。进军营的话是收一圈，去韩国的话是肥一圈。对嘛，这个进军营也不一定瘦一圈啊。进军营的那个东西有时候会就是再肥回来。不是军营的东西啊，有时候会这样，要看运气。有时候啊，就是明明就不怎么好吃，可能也会肥一圈，知道懂吗？因为就全部都是那个很肥的空肉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还有饭，那人吃空肉饭，吃空肉饭，然后他又不准你去那个，不准你去便利商店买东西，就整天吃空肉饭，然后就变肥。爬墙哎、欸，爬墙，这个我都不敢做。老师，你是化学老师对不对？化学是跟爬墙没有关系啊，就是叫马炸了 C4 开玩笑，我现在就不在这边了，一年后才能见到我。好嘞，这个整理好了以后哈，好，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环状的部分。环状部分稍微比较复杂一点，环状部分分成两种，一种叫做指环厅，指环厅，一种叫做芳香厅。好，一种叫指环厅，一种叫芳香厅。OK， 好，我们来先来讲芳香厅哦。芳香厅比较简单，芳香厅就是什么？芳香厅就是本，知道吗？芳香厅就是本。本是什么东西？我这边稍微擦掉，不好意思。
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指环厅，我们来看一下指环厅。什么叫指环厅？指环厅就是它是环状的厅。好，你看哦，环状但是又不是本，代表是什么？举例来说，我们举例来说，比如说四个碳，然后把它连成一圈，四个碳把它连成一圈，这叫什么？四个碳连成一圈，我这边如果都结清，这边如果都结清，好，画的有点太紧，我把它分开，我把它分开，四个碳，然后都结清，本来四个碳叫做什么？丁烷，对不对？本来四个碳叫做丁烷。OK， 那现在连在一起是不是有个环？所以叫什么？环丁烷，就这样，好不好？好，就叫环丁烷，懂意思吗？环丁烷就属于指环厅里面的什么？环烷类，环烷类。好，就属于指环厅里面环烷类。那除了环烷类，还有一种，如果这个地方，好看好，我这地方多加一条线变双键，把这两个氢怎样干掉？它就变成什么？对，粉头啦，粉在这里，这就变什么？还是有环嘛？可是有环里面也有双键，这叫环什么？猜猜看，一米头啦，环什么？不是，这个还叫环丁，可是不是环丁烷，叫环丁烷。环丁，什么苯丁？环丁缺，环丁烯，环丁烯，为什么？环这个字代表它要绕一圈嘛？烯这个字代表什么？有双键，知道吗？哦，所以它变成叫环丁烯。这种东西我们叫什么？环烯类。好，这种东西我们叫做环烯类。好，那有同学到这边，他就会开始问我，他说：“老师，有环烷的环烯，有没有环缺？没有环缺，没有环缺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说有烷、有烯、有缺嘛，对不对？有环烷、有环烯，但是没有环缺，这样可以吗？”好。你们先整理一下，然后我待会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有指这个字。环大家都知道，因为它是环状嘛，对不对？听就是因为 C 跟 H 嘛，好。好，那为什么有指这个字？我稍微等一下解释一下。就我觉得当补习班老师有个好处，钱不见得赚很多，很伤感。我说当补习班老师有个好处，钱不见得赚很多，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很敢讲话。遇到困难的时候很敢讲话。例如说，准备要被抓去军营的时候，我就据理力争，争取我的权利。上法院告他，不要这样，就可以放心吗？上法院很贵，上法院很贵。那你们有去找过律师吗？没有，只会有机会。我之前有一个学生啊，跟智障一样，他上大学，有一天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老师，你有认识的律师？”我说：“看什么事情？”能听到这种电话很恐怖，然后半夜11点多，知道吗？然后一个很久没有打电话，一个很久没有联络的人打你的手机，然后说：“哎、欸、喂，你好，你好。欸”他说：“喂，老师吗？”我说：“对，怎么了？”我说：“老师，你有认识的律师吗？”跟我说：“你发生什么事？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？出车祸？不是，出车祸不用找律师，他在学校给人家干架，把人家打受伤，然后告他。”而且不是干架，是他单方面的打的，然后另一个人没有还手。好爽。对，而且打的还是一个女生。哦。我这好玩哦。对，然后到这边我就先暂停一下，因为你知道是那个通常哈，就是这个不是很这个正直的男生，听到这个问题都会先停下来。我说等一下，那女生正吗？他说哦不正。我说哦好好继续这样。对，哦原来是不正。这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他竟然是大女生。又丑，一个男的，没有越丑越肥，没有越丑越肥，反正我就普通啊，就是一个普通。可是他说女生很鸡掰啊，这样，直接说害怕分手，对他不爽，然后就揍一下。他死了吗？他死了。死了？没有，当然没有死啊！靠，要怎么？要怎么回答你？然后他现在坟墓上草都已经长这么高了。他打死，没有那么夸张。那同班同学、欸，对，蛮恐怖的。要做就一口气做到底嘛。好，我去跟他建议一下。OK， 毁尸灭迹就不会有这后续麻烦，对不对？化学系的、啊，他不是化学系的，好不好？
好，来，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有脂这个字吧。脂这个字代表什么？跟脂肪有关，真的是跟脂肪有关。OK， 那脂肪通常是什么东西？三酸。脂肪，对，它三酸甘油脂。它三酸甘油脂的那个什么，那个酸是哪里来的？是脂肪酸，哦，是脂肪酸。所以这个脂的意思就是什么东西？这个脂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苯，只要没有苯，都是可以叫脂，懂我意思吗？也就是上面这个东西，好，你可以这上面的东西呢，跟下面这个脂环烃，这个全部合起来，哦，你在旁边写一下，这全部合起来又有另一个名字，叫做脂肪烃，脂肪，因为都有可能出现在你的那个脂肪里面，懂我意思吗？好，就是你身上搞不好都有，好不好？这都有可能，都有可能出现在脂肪里面，但是不可能出现苯，好不好？不能出现苯，除非你变成那个什么注射一些什么生化的奇怪药剂，才会出现苯，什么力量果实啊什么之类的哈。OK， 正常我们来讲，好，正常我们来讲都不会出现苯，好，脂肪烃，好，这叫脂肪烃，好，这几个叫脂肪烃，所以只要不是芳香烃就是脂肪烃，这样可以吗 ？OK。好，所以我们已经介绍了，好，什么叫做脂肪烃，就是这几个，还有什么叫做芳香烃，好，还有我们刚才有讲过饱和，对不对？饱和的意思就是什么？饱和意思就是没有双键，没有三键。好，我们先要来看有谁是饱和的，除了这个地方，这个是饱和，好，烷类嘛，我们这都写饱和，当然它一定是饱和，这个是不饱和的，请问还有谁是饱和的？还有一个人是饱和，谁？黄烷。黄烷是属于饱和的，知道吗？好，烷类也是一个饱和。好，黄烷也是饱和的，可以吗？黄烷有没有双键？没有。没有。有没有三键？没有。所以它就算饱和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它算饱和烃。有没有烷？有。可是有没有关系？没关系。我们在看饱不饱和的时候，跟有没有烷没关系。有环也可以，没环也可以，就是不可以有双键，也不可以有三键，这样就好了。听懂为什么？可以哈，好。我们这份讲义啊，哈，我们可能要上两个礼拜，好，两个礼拜，上两个礼拜，对。好，接下来我要介绍的东西叫做通式。通式就是说，每个东西它的化学式大概形成什么样子？好，第一个来看，烷类，烷类的化学式它的通式我们一定可以写成这样，烷类就是 CH4、C2H6、C3H8 这种东西，我们就统称叫什么？化学式，不是，我们就统称叫 CNH2N+2。好，烷类叫 CNH2N+2，好不好？我稍微整理一下。CNH2N+2，好，为什么会加二？因为左右两边它多氢嘛，对不对？好 ，C 呢 ？CNH2N， 为什么是 H2N？ 为什么 H2N？ 因为它把这两个减掉了，要把它怎样变成双键？变成双键一定要少两个氢，可以吗？好，多一个双键。少两个氢。那再来有烷有硒就有什么？就有缺磷。缺。对，就缺。那缺我们知道，再少两个氢，所以变成 H2N+2。再少两个氢，啊，这边再少两个氢。
道啊。可是除了这些东西，我们其实高中有教新的，例如说刚刚讲什么缓缓。缓缓，缓缓通是应该怎么？如果是 C N 的话 ，H 是什么 ？C N H 二 N 哦，为什么？因为连接数少两个。对，多一个环，也要怎样？少两个氢。哦，多一个环要少两个氢。
然后他还问我说啊，不要客气啊，尽量点啊，点什么这样子。我说我不知道吃什么，他说啊，不然随便。我说啊，不然绿食都跟你吃一样啊。就他就点一个最贵500多块，然后又帮我点一个这样，然后就在旁边吃，超爽的，还不用付他钱。对，我从此以后印象就很好。结果接下来讲完这句话，换律师告你？没有了，但是他没有告我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例题，下列何组化合物的这个通式相同？好，例题一，第一题，来，首先环烷烃，环烃烃是什么？环烃烃是这条线 ，C N H 2 N， 好 ，C N H 2 N， 缺是什么 ？C N H 2 N 减二，这么一样，没有嘛？没有，再来 B， 好 ，B 是什么？烯烃跟环烷。烯烃什么东西？烷烯缺，烯烃是不是 H2N 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环烷是什么？环烷什么？也是 CnH2N 啊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答案，懂吗？烯跟什么？环烷，环烯，好，烯跟环烷，好，两个一样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答案是不是 B？好，后面都不对，后面都不对。你看哦，我 N 随便带一个数字，假设 N 等于5好了，我随便带一个数字，好，假设 N 等于5，那我带进去这个 C 会变什么 ？C5H 怎样 ？H10。那这个呢？环烷呢 ？N 等于5带进去也会变什么 ？C5H10。请问你觉得这个时候它叫什么东西？N 等于5叫什么物嘛？这是不是叫物系？嗯。啊，下面这叫什么？环物。哎，环物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不好意思，这个空间比较小，其实稍微小一点。那你觉得物系跟环物啊，这两个应该会是什么关系 ？C5H10，C5H10， 你认为应该是什么关系？哦，同分异构物。挺晓得嘞，同分异构物啊，对。好，同分异构物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就讲说，有机化合物里面一定会出现很多的同分异构物，随便一看就出现了，懂为什么？随随便便看一下就出现了，马上就出现同分异构物。老师后面可能是下一堂课，可能是下个礼拜啊，我会再帮你们整理我们所有的同分异构物。同分异构物有很多种，这只是其中一种，但是你要记得，怎样叫同分异构物？只要分子量一样，结构分子式一样，结构式不一样，就叫同分异构物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你看是同分异构物，我们先埋一个伏笔，我们后面会讲，好不好？来，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例题二。哎，时间差不多几分了？6:44，六点差不多好 ，OK， 来。我们还有时间，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。你今天曹老师不会来，我要讲两个小时。哎，为什么累啊？因为曹老师说上礼拜只有他讲，所以这礼拜就要给我讲这样子。好，我就说好吧。其实上礼拜我来，因为上礼拜我在楼上教高三的学生，我在帮他们补课。没有啦，因为那个这偷偷讲的关系，因为曹老师太太受不了。他说暑假都全家都没有出去玩，然后他就讲老公什么时候出去玩？然后他就被弄受不了，然后他说好，那张宇你会帮我代课吗？好 ，OK。他说好，谢谢，这样我就可以出去玩。哦，对吧？好，那我没讲嘛，OK， 好。有录影呢。哦，我再没有注意到，难怪我录影就没难搞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哦，例题二，真的尴尬。我回去把它剪掉，哎，我要剪要怎么剪？你会剪吗？好，会剪吗？那就来剪刀，剪。你们是会剪也不想工作？把记忆卡剪掉就可以了。好，等一下就整个就没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例题二啊。例题二他说，甲基环烃烷可以用这个表示。甲基环烃烷哦，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，好，但是没关系，它旁边有画一个图给我们，他说可以画这个表示。一个正方形旁边再接一支，好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有些同学哈，之前有来上课，我稍微讲过，这叫什么？渐线图。它
它就是把你的结构是怎样化解成线？对，化解成什么？点一些线，点跟线。好，好，它其实是结构式，它其实就是结构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把它还原，怎么还原？我们现在要把它还原，怎么还原？它其实主要是把什么东西省略？把碳跟氢省略。我稍微再写一下啊、哦，这个省略了。碳原子还有什么氢原子、哦、省略了碳氢原子。那既然它省略了碳氢原子，我们现在就把它还原上去。哪些地方本来有碳？在这个转折的地方跟接点的地方还有什么端点的地方都有碳。我再讲一次哦，在转折，这个是转折的地方跟接点的地方跟端点，这个叫端点的地方都有碳，把它还原上去。所以它本来应该几个碳？五个碳。好、哦，本来应该五个碳。OK。接下来呢，我是不是把碳已经还原上去了？但是还有氢。好、uh-huh.。氢要怎么还原？氢要还原的话，你就要记住，一只碳几只手？四只。四只手，只要它没有满四只手，都帮它补一只氢，补到四只手为止。懂意思吗？例如说这个，这个碳要几只手？左边一只，下面一只，所以还要补几只？两，还要补两只。好，还要补两只，所以这是一个氢，这是一个氢。这边呢，一样，两只手把它补两只，这样是不是四只手？这边一样，两只手补两个氢，是不是四只手？这边呢，现在几只手？两，三只，这边三只手，左边、上面、右下，这样多一个氢，可以吗？再多一个氢。好 ，OK。那这个呢，现在只有几只手？一只手，一只手。所以这样放三氢，好，还原完以后变这样子，然后还原完以后变这样子，可以吗？来，还原完以后哈、哦，变这样子，他说这个叫做甲基环丁烷。那他问我的是说，请问下面一个结构式，右边有一个五边形的，然后一边有一个五边形，然后好像还有一个这个一个叶的一个分出去的东西哈，好像一个 Y 分出去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它的这个分子式应该是什么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嘞，这个分子式应该是什么？哦，老师希望哈，在高中的时候你们常都用界线图，哦，都用界线图。第一个是常常考卷上也会用界线图表示，第二个是你自己抄笔记就不要画麻烦的结构式，你就画几条线就抄完了，知道吗？哦，你们不懂还可以在乱画，知道吗？因为有些抄笔记抄到然后最后旁边就变成一个什么，画画画画画出一个哎、欸、少女。对，那我之前就检查我学生笔记，就看看，哦，奇怪，我什么时候叫你画少女？哦，我忘记，好像上一堂课，我都靠腰，你知道吗？那明明抄到抄 C N H 这样，就哎，就不好意思 ，C N H 要 C C 哦 ，C N H 什么 C N， 太不好了，太不好了，不是，我不会画画，不好，就是很，就出现很奇怪的东西哦。然后我每次都觉得这种学生，这种不认真，然后一定考不好。就上次我就问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就是上次考完会考，然后我又碰到他，哎、欸，不是我补习班，是另外一个补习班的哈。然后我又碰到他，因为我只有去教他几次而已，好。然后我看到他，我说：‘哎、啊，你考哪里？’然后我说：‘应该没有考。’是哦，我有七家，考哦，画的不错哦，不错，哎、欸，不错，赞哦，就没办法说什么，蛮想呛他一下，好难过。好嘞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要还原要怎么还原，哪些地方补碳？一二三四五六七。”是八个地方补碳 ，yes， 可以吗？八个地方补碳，好，补完碳以后补什么？补氢嘛，哪边要补氢？不满四只手，对，不满四只手全部要补氢，补到四只手为止，对。那五个七加真的很过分，好 ，OK， 我放下了啊。老师，那你考几 A 几加？哎，我们以前不是考几 A 几加、啊？我们以前满分300分，知道吗？老师五科嘛，一科60，一科60分。我不知道老师跟我是不是考一样的方法。好，我不知道老师跟我是不是考一样的方法。应该啊，都一样。因为我没有考直升，我没有去考，我直接直升。哇。好嘞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所以总共有几个碳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。总共几个氢？16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。对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是什么 ？C8H16。好，答案是猪。C8H16。好，上次我也有讲过，有更快的方法，如果上次没有听到的同学，你
你现在再听一下，或是上次听过有点忘记，你现在可以再复习一下。数碳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是吗？就数完碳了。可数氢比较麻烦，有些白菜会漏数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想说，你真正要数的话，我真的强烈建议，你拿一支笔，你数到把它全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有人说不用，老师我们看就好了，看对不对？要写十七就交出去了，是吧？我写什么十八 C 八 H 十八 S 什么之类的，这是就交出去，这是愚蠢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有很好的方法可以去避免，你就不用。说老师我们看就好了，然后没差了，然后就这样，很多都会错，错什么？我真的觉得无言。好，那我们要怎么样子用一个更方便的方法去算 H 呢？我们思考一件事情哈 ，C8 的话，我的 H 最多可以接到几个氢 ？H 最多可以接到2 N 加 2， 对不对？2 N 加2嘛。现在我的 N 是多少？8带进去，八二十六，十六加2是什么？18。所以最多是 H 18。啊哈。可是现在我会接到最多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什么？环。我有一个环，有一个环要少几个氢？烧两个氢，啊，所以就变什么 C8H16 啊，就出来了。它那个 Y 没影响 ，Y 不会有影响啊，只有什么会有影响？环，环跟什么？环会少几个？一个环会少两个吗？会少两个吗？还有什么会有影响？双键很好，双键是不是也会少两个？还有什么？三键对，三键少四个。只有四件吗？好不好？三件少四个，懂我意思吗？如果有歪什么，随便你的，好都没关系。OK， 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好。那个叫什么？你说一坨东西叫什么？这个东西吗？哎，问得很好。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单元，我们就要教这些有机化合物叫什么？为什么这东西叫做甲基环、丁环？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环、甲基环、丁环。啊，这东西叫什么？我可以先跟你讲，丙基环物啊。欸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要不要再猜？不要，猜对我这边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对不起。来，黄木碗没错，因为这个是黄木碗，知道吗？可是这个差一点，那不是丙基，这是什么？异丙基。哦，因为它插出去了。对对对，好，异丙基黄木碗，好，它叫异丙基黄木碗。好，我可以先跟你讲它的名字，可是怎么命名的，我们之后再讲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现在。要先休息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时间也不早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，好不好？我们先休息十分钟。
史丹文会我不写会怎样吗？哦，小过怕过或警告。有吗？当然要记了。会真假的？我跟你讲，不记了，我才不想写。让我来写。哎，你那个暑假的。哎，你们那个暑假功课是什么？是写一些有趣的东西吗？还是什么？画元素周期表。啊？什么？画元素周期表。画元素周期表。我刚问到的是好像不会写会怎样，没有写好像不会怎样。真的吗？对，可是我没有保证。然后今年就开始。你问哪一节课？我问组装了，您组装了。他心态动摇了。对啊，这可能每年可能不一样。
讲，好不好？我们再继续往下讲一下。来，我们先翻过来哈，我们看一下例子三。我们先翻过来看例子三。例题三哈，它说什么？下列何者是饱和题？有没有看到？下面何者是饱和题？来，从这边你有办法直接看出来是不是饱和题？看出来了？没有办法看出来，直接看出来是不是饱和题？你说哪一个？例题三，有看到吗？例题三 ，B 跟 C 直接划掉。对 ，B 跟 C 直接划掉，为什么？他们双键或三键。有双键或三键。啊，猪有没有双键？有啊，那个本里面有双键啊。猪这个东西叫做本，知道吗？好，这叫做本。你看，刚刚还原回去，这地方是不是就有碳？对，这是不是就是碳碳双键？所以也有双键啊。所以它是不是饱和？不是。所以答案是谁 ？A。哦，答案是 A， 这样可以吗？哦，答案是 A。再我们看一下哈，第四题。再我们看看第四题。第四题啊哈，他说关于乙烷、乙烯、乙炔三者的一个叙述，何者正确？乙烷、乙烯、乙炔。好，先写分子式哦。分子式是什么 ？C2H 什么 ？H6 对不对 ？C2H6 对不对？乙烯的分子是 C2 什么 ？H 什么？四，对不对？分上吗？分上吗？可以哈，可以哈。好，乙炔的分子是呢，又是 C2， 为什么都 C2？ 因为都是乙开头的嘛。好 ，C2H 什么？再减两个 C2H2。乙炔知道是可以干嘛吗？乙炔拿来焊接金属。对，拿来焊接金属。知道乙炔燃烧可以到多少度吗？两千多。对，两三千度，知道吗？哦，两三千度。你看过那个焊接枪吗？你知道什么是焊接吧？就你有看过人家戴一个那个面罩，然后戴下来，像小小兵的，然后戴下来，然后差很多。然后还有就是拿那个一个很热的东西去喷的东西，然后就有很多那个白光，就是焊接，好把金属接在一起，然后那就是焊接。焊接里面啊会喷乙炔，会喷乙炔以外还会喷一个气体，你们知道什么？纯氧。纯氧不是。二氧化碳。是。哦，氧。润气。对，好险我没有做过。好 ，OK， 太棒了。再回答慢一点的时候就不用。好 ，OK， 会喷氧气，会喷氧气。为什么喷氧气？你知道吗？因为防止氧化。对，防止氧化，知道吗？要把氧气排掉，因为不要太多氧气，好，不然会氧化掉。氧化掉会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会氧化掉？看两个铁，我们把它锈起来，把它焊接起来，焊完以后全部都氧化掉，变铁锈，知道吗？变两个接在一起的铁锈，好像智障一样，懂我意思吗？好，所以会喷氧气。好咳咳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接下来问我们的是什么？在看之前啊，我建议先把它结构式写出来。乙烷结构式什么？是这样的。乙炔呢，双键，是这样子。不是，这叫乙烯，对不起。乙炔呢，三键，三键，三键。OK， 可以吗？来 ，A 皆为饱和体，对吗 ？A 皆为饱和体，对吗？错，只有谁是饱和体？只有乙烷是饱和体，只有乙烷是饱和体，错。再来 B， 这个燃烧的时候，完全燃烧的时候。乙烷所需要的氧气最多，对，对，为什么对？因为最多氢，对，最多氢。你看哦，我们来看啊，今天如果是这个乙烷要燃烧，是需要氧气，会变成什么 ？CO2 跟氢氧化。稍微写下面一点，再写一次，来 ，C2H6 加上 O2 会变成 CO2， 两个 CO2。会变成两个 CO2 加什么？三个 H2O 嘛，对不对？那我需要几个氧？三点五，二分之七个氧，二分之七个氧。
可是如果呢，我是乙烯的话，我是乙烯的话，需要几个氧？我们来看一下，生成两个 CO2 跟几个水，跟两个水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我只要几个氧？我只要三个氧而已，有没有？那氧气是比较少，都是乙末的情况，它要二分之七个氧。乙末的情况之下，它只要三个氧，这是3.5嘛，这是三嘛。再来呢，如果是乙缺的话呢，我要几个氧？你发现我氧都最后写，我先来看右边，右边平衡完以后，我这支就平衡出来了。好，来一样是什么？两个 CO2 加上几个 H2O， 只有一个 H2O， 所以这边多少？二分之五就是2.5的氧，所以它需要氧最多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答案就是 B。如果我的习惯是把 C 跟 G 也稍微再看一下，好不好 ？C 构造皆为平面分子。吴老师，对啊，三个都是平面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画一板上，我只能画平面。我刚才上我没有画出立体嘛，对，好，所以我刚刚稍微组一下哈，来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个乙烷，乙烷大概是长什么样子？乙烷大概是长什么样子？再扫一次，好的。好 ，OK， 乙烷，氯气，对吧？都要干热气。好，来，乙烷大概长这样，这个我拿前面一点。那前面五克正在看到，好，这两颗是什么？这两颗是碳原子，有没有？这两颗是碳原子，然后外面这边是不是三颗氢？这边是三颗氢，所以它是立体的一个形状。但是它通常不会这样哦，它会偏一下。什么叫偏一下？它会这样子稍微转一下。也就是这个氢它对过来这边是空的，懂我意思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能量可以最低最稳定，懂吗？如果是这样子，这两个地方是不是都会有电子？是不是会有相斥？相斥会排斥，所以这样子稍微错开一下，它能量是最稳定的。好，而且单键就发现一件事情，单键可以随便转，对不对？单键是可以随便转，这个地方也可以随便转，懂意思吗？好，我们要记住哦，单键是可以随便转的哦，因为这个后面会有差。好，来，那接下来呢？这个乙烷，乙烯呢？乙烯长成这样子，等一下我再干点科技。要怎么倒出来？这很好玩嘞，你知道吗？这我哪里买，你知道吗？淘宝，你知道这一盒多少钱吗？多少？200块台币，我觉得超爽的。我自从发现这个以后，我就不玩乐高了。那用分子组合去意思吗？你知道那个我以前都玩乐高啊，乐高超贵。那乐高200块台币，大概我觉得只能单纯买成这样的东西而已。啊，乐高是很贵的东西。没那么少啊，真的吗？我觉得可能够。好，来，这个是乙烯，乙烯是这样子。好，中间呢？哈，中间是双键，有没有双键？有没有双键 ？OK。然后，因为中间是双键的原因，所以呢，它的氢是在上下部分。好，如果双键是一前一后，它的氢是在上下部分，这个氢是在上下部分，可以吗？看到吗？所以我问一下哦，这一个乙烯它叫做这个平面分子吗？叫平面分子吗？有没有叫平面分子？你就要看它所有的原子有没有在同一个平面上。我这样转过来，是不是都在同一个平面上？对，它都在这个平面上嘛。所以乙烯叫做平面分子，可以吗？可是刚刚的乙烷，它有所有的原子在同一个平面上吗？没有，所以它不叫平面分子。这样听懂我意思吗？这张平面分子可以看出来哈。OK， 这个乙烯不但不叫平面分，不但是平面分子，而且从这个结构我们还看出一个消息，看出一个情况，双键可不可以旋转？不行，对不对？不行，旋转会怎样？会爆炸，知道吗？这个要把它拆掉才可以旋转，那这样叫断键了，懂意思吗？你一定要先断键才有办法旋转。所以如果没有断键的情况之下，双键是不可以旋转，可是单键可以旋转。这个以后会很重要，你可以现在先记住这个模型，其实就很清楚这个观念。双键是不能旋转的，可是单键是可以旋转的。好，然后还有一个选项，再来猪。化学性质乙缺最安定错，谁最安定？甲烷，乙烷，对，乙烷，我想说甲烷的好，哎，这个才是最安定。为什么要最安定？它要能量最少。对，能量最少，很简单啦，因为它饱和嘛。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哦，这个双键跟这个三键，它都是相对比较不稳定的，只要稍微高一点能量，它就啪就裂开了，知道吗？就断掉，就断开了。懂意思吗？
讲到饱和这个东西啊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国中如果写比较多的这个题目啊，现在有一种题目哈，文字很多，知道叫什么题吗？素养题，对不对哈？素养题这个文字很多，有时候他会介绍到一种东西叫什么？脂这个什么？动物性脂肪跟植物性脂肪，对不对？好，动物性脂肪，动物性脂肪跟什么？植物性脂肪。植物性脂肪，好，差在哪边呢？他跟你讲说，哈，这个动物性脂肪是饱和的脂肪，好，植物性脂肪是不饱和的脂肪。那这个饱和和不饱和，跟我们这边讲的饱和不饱和有没有关系？有，是一模一样的概念。为什么我们说动物性的脂肪是饱和脂肪？因为动物性的脂肪里面，它的双键跟三键都很少，懂什么？双键跟三键都很少。可是植物的脂肪里面呢，它的双键跟三键是比较多的。那会造成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呢？如果你直接吃，不会有什么结果。但是如果你拿去油炸的话，油炸是不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温度？会有比较多的能量。比较高温度会有比较多的能量，也就是你的双键跟三键会很容易怎样断开。你的植物性脂肪，如果你拿什么椰子油、橄榄油，还有什么花生油、葵花油，什么还有什么亚麻籽油，反正就是听起来就是植物的油。如果拿去炸薯条的话，它的这里面的双键跟三键比较多，在高温的情况之下，在激烈的环境之下，容易断开。断开的话会怎样？你是不是要加东西上去？懂什么？知道加东西上去？你要加，你会加什么东西上去？不知道。看那个油锅里面有什么，就加什么东西上去，所以可能就会产生致癌物质，也不知道会加什么。听懂我意思吗？可是如果你是拿动物性脂肪、饱和脂肪的话呢，双键跟三键的比例就比较低，大部分都是单键，所以在高温的状况之下呢，也不会断键，所以也不会有奇奇怪怪的东西加上去。懂我意思吗？哦，通常加上去的东西都是有问题的，有可能是什么重金属啦，有可能是一些有毒物质，你不可能说哇加加加上去哇胡萝卜素对，好、哦，然后铁质的不太可能啊，你的油锅里面怎么会胡萝卜素？懂我意思吗？懂我意思哈 ？OK， 所以我们来炸东西的时候，通常会用什么动物性脂肪，也是饱和脂肪，好、哦，也是饱和脂肪。那化学性质也是什么以碗最安定哈。哦，因为它全部都是单键，所以它不会这样子随随便便就断开哈，随随便便就断开。好，来讲完这里以后，帮我翻到前面好不好？帮我翻到前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最前面哈，简单的听类，第五点还没有讲，第五点是什么？同系物。第五点是同系物。什么同系物？我们学过同分异构物、同素异形体，还有什么？同分异构物、同素异形体、同位素，对不对 ？OK。同位素。同位素旁对啊，好。接下来要学一个东西，新的东西叫同系物。同系物只会在哪边出现？只会在有机化合物里面出现。什么叫做系？同一个系列。懂什么？同系物就同一个系列。什么叫同一个系列？我们要做更精确的定义。我们要做更精确的定义。好，你如果要是同系物的话，一定要符合两点。哪两点？有相同的官能基。你是烷类，你要全部都是烷类。你是烯类，全部都是烯类。你是醇，有乙醇、甲醇的。你是醇类，全部都是醇类。哦，有相同官能基。第二点，你的分子跟分子之间都会差 CH2 的整数倍。
几乎可以是谁？我再加一个 C， 再加两个 H， 变成谁？加一个 C， 加两个 H， 变成 C2H6， 这是什么？乙烷嘛，对。加烷，是不是变成乙烷？加烷是变乙烷。啊，各位再加一个 CH2， 可以吗？再加一个 CH2 变什么 ？C3H 多少？八。哎，八，这是什么？丙烷 ，OK， 有没有一样的官能剂？有，都是烷类。刘老师，烷类的官能剂是什么？烷类的官能剂就什么都没有，知道吗？什么？他们有没有 OH？ 没有。有没有 COOH？ 没有。有没有双键？没有。有没有三键？没有。有没有环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为什么？什么都没有，是一种美德，这就是它的官能剂。好，它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他们有一样的官能剂，就是烷类。又差 CH2 的 N 倍，哦，差 CH2 一倍嘛。好，差 CH2 如果是甲烷跟丙烷的差 CH2 的两倍嘛，所以这三个都是同系物，这样懂吗？啊，当然丁烷是不是同系物？对，戊烷也是同系物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好，可以哈。好，或者是我们有学过什么 C2 C2H5OH， 这叫什么 ？C2H5OH 叫什么？乙什么？乙醇。哦，叫乙醇。来，乙醇前面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？CH3OH， 它叫什么？甲醇啊。来检查一下，有没有差 CH2 的整数倍？差一个 C 嘛，对不对？啊 ，CH3、CH5、C 什么 ？C2H5 嘛，突然打结。好 ，C2H5，H 是不是差两个？是差 CH2 整数倍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再过来嘞，变成什么 ？C3H7。OH 啊 ，C3H2OH 这叫什么？丙醇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差 CH2 整数倍？有，有没有一样关联剂？有啊，都是 OH， 都是 OH， 都是 OH， 都叫醇类。哦，所以有一样关联剂，又都差 CH2 的整数倍，所以他们就是什么同系物，这样懂吗？这样懂意思吗？可以哈。这叫同系物，好不好？好，整理一下哈。好嘞，讲完这部分了后，我们要先跳一个东西，没关系，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。讲完这部分，我们要跳一个东西，跳到有机物的秘密，也就是今天要讲第二个重点，好，有机物的秘密。老师，有机物有什么好秘密？有什么好教的？不是甲烷、乙烷、丙烷，还是叫什么甲醇、乙醇、丙醇吗？还是有什么好教的？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，好，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好。哎，这个叫什么？甲烷、乙烷、丙烷，这是什么？丁烷 ，OK， 好的，同学说丁烷。那我再问你啊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也叫丁烷的，有没有发现？所以不能叫同一个名字，所以我必须再去把它辨别。所以我把这个叫什么丁烷？这个叫什么异丁烷？它原本叫什么正丁烷？可以吗？是你看，我们命名最麻烦什么？出现很多同分异构物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命名？懂意思吗 ？OK， 好。那我如果用渐线图的话，它是什么？它是这样子嘛？一二三四嘛，四个。啊，它是什么？它是这样子。啊，这边哎，这样，通常是这样子。这样子，这边三颗嘛，这边再多一个，就是吗？这叫异丙烷，界线图就这样画，好，界线图很方便。好，来，再来继续哦。
这两个是不是同分一个五？这两个是不是同分一个五？它的这个分子是什么 ？C 四 H 什么十？它呢 ？C 四 H 十是同分一个五。同样的分子是有没有一样结构式？没有啊。同样的分子是不一样结构式，是同分一个五。对，同分一个五。OK， 所以它有两个同分一个五。那我问你哦，戊烷会不会有同分一个五？戊烷会不会有同分一个五？会哦。戊烷有几个同分一个五？戊烷几个同分一个物？四个吧，还是三个？三个，哪三个？第一个已经最简单是直链嘛，好不好？已经是直链。那、啊、这边当然就是五氢嘛，氢我懒得画，我就把它画箭头这样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你学校考试的时候绝对不可以这样画，绝对被打错，知道吗？绝对是错的。你要说哦，我们学校说这样画，我先跟你讲哦，是我偷懒不能这样画，懂意思吗？你自己做笔记可以，好不好？你写考卷交出去不行这样写啊、哦。好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一定叫什么？正丁烷嘛，哎，不是啊，正戊烷嘛，哈，知道很凄惨哦，这个我以前念高中的时候，我隔壁的同学哈，我们那次考试考了一个那个选择题，哎，单选题50分，啊，多选题20分，还有什么手写题30分，全部来考你结构式的话，哇，超惨的，你知道吗？30分全部被扣光，一分都不给他，啊，一分都不给，哈。因为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就有讲，我们老师上课特别讲，他说你如果考试啊，写那个段考考试啊，要你写手写题，要你画结构式的时候，绝对不可以写这样子。你写这样子的话，哈，老师绝对不会给你分数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次段考刚好又是我们老师自己出的，知道吗？啊，我们老师讲的时候，我那同学旁边睡觉，哦，啊，所以他就这样写。如果画线的话可以吗？啊，画线，画线可以，画线可以，可以画渐线图，啊，画渐线图，如果你老师算你错，如果你老师算你错，你来找我。你用律师告他。因为你来找我，我会安慰你。不是啊，就是照道理讲不能算你错啦，好不好？照道理讲不能算你错，但有些老师很鸡掰，可是基本上渐渐图应该是不会错的，好不好？渐渐图是不会错。我这有遇到一个，哦，我真的是被气死了。那个一个，哎、欸，你们有人国中念康奈尔吗？哦，我们有钱。没有吗？哦，我在那个康奈尔学生，他们拿一个题目给我，我一个学生啊，我印象很深刻，他考99分，数学考99分，然后被扣了1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说老师要比较下面三个的大小，然后他有写。他写甲乙丙，然后甲乙丙丁嘛，要比较四个的大小，就他就把它排出来，他就写什么，例如说乙大于丙等于丁啊，大于甲，类似这样子。结果老师说不行，要把甲后面那个东西数字写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他好像是什么这个2/9啊，什么-3.1什么之类，他把后面数字写出来，后面写出来被扣一分，那是正几百哦。只有这样写，只好这样写啊。对啊，他就说你要写2/9大于什么-3.1什么什么之类的，对啊，反正我也没办法。好嘞，我们现在看这个哈，我们回到我们的正戊烷，正戊烷它有什么样的同分一个物？我这个碳我不要这样排嘛，我排四个就好。那、啊、另外一个，我同学说老师我知道，另外一个把它排下来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样折下来，这样可以吗？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单键都可以旋转，你刚刚我们看那东西就知道，你能转一转，这不然就转回了右边，知道吗？啊，转回右边跟上面一样，你根本没有变。这两个东西是视为一样的，懂我意思吗？这两个东西是视为一样的，因为这转一转就是转到右边去，可以转过去，就是可以转过去的，懂我意思吗？好，所以你把往下或往右视为同一个东西，所以当然你要变成同分以后，你不可以加这边，那你要加在哪里？你加第二个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我加这里。加这里，加这里，我加就可以了，懂意思吗？一样，氢把它标出来，哦，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这个叫什么？我们刚刚有什么？有正丁烷，有乙丁烷嘛？现在就有正戊烷跟什么？乙戊烷。哦，就正戊烷跟乙戊烷。好 ，OK， 下面第三个。有，可以把这个再拿走嘛？对不对？把这个拿走。接下来变环。好，变三个，啊，是不是要补两个？老师，我知道补两个补在这里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个头不行。这跟谁一样？这跟上面那个一样。这个谁？跟乙烷一样，看出来吗？这一个就是它，这个地位是一样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它、啊、这边两个，这边是两个，这是接两个，是相接两个，看出来吗？看出来哈 ，OK 哈，懂我意思吗？好，这是一样的，不可以这样接哦，我不可以这样接，这算什么东西？好，那同分一个不能这样，很麻烦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那如果是三个呢？你、欸、说老师，
然后说会不会四个啊？这个不会接这里，这个接这边跟他一样，知道吗？啊，说好，老师没关系，我有耐心。会不会接这里？不行，知道吗？啊，接这里也不行，好不好？都不行。那、啊、要接旁边就变成上面一样，都不行啊。所以四个就没了。所以再来最长是三个，最长三个，一个接这边，一个接那边，接上面，懂我意思吗？太棒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又是新的一种东西，对不对？新物种啊、哦，新物种 ，OK， 新物种怎么办？正物碗、异物碗，第三种叫新物碗。哇，新物碗，对。老师要你去思考一件事情哦，今天五个碳是物碗，六个碳是什么？六个碳是甲乙丙丁戊己碗。六个碳是不是己碗？己碗会不会有同分一个物？会。那你觉得会超过三个吗？不会。你会超过三个吗？不知道。对，那你觉得会小于三个吗？绝对不会。应该不会，只有可能一样或是更多，对不对？啊，万一七个碳呢？八个碳，那是不是产生的同分一个物越来越多？如果用这一个逻辑去命名的话，会出现一个问题，会出现什么问题？靠北每次有一个多的东西，我要再想个新的名字。我现在叫正物碗，叫异物碗。哦，现在好，物碗我好不容易想出一个名字，我叫新物碗。啊，万一等一下有四个怎么办？我是不是哦？假设啦哈、哦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假设是几的话哈，几碗？来，这是一个嘛？对不对？啊，再来是不是五个？是不是接这边？好，来我问你哦，接这里可以吗？接这里可以吗？不行，对不对？这个跟上面是不是一样？对不对？接这里可以吗？这个跟上面还是一样的吗？转过来就可以，就变上面。没有，没有想象力。没有，转过来是不是变上面了？哇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想象力，跟你妈说哈、哦，那个因为化学课关系，所以需要喝乐高，知道吗？要最贵那个五千块的，好、哦、，OK。五千块还不是最贵的啊？真假的？五千块的？有9999的，真假的？还有10000多的，真的。好恐怖！好，来问你哦，啊，接这里，接这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跟他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不一样，跟他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不一样，这就是新的，那就蛮好。来，再来。所以五个人没了嘛，对不对？再来四个，四个可以怎么接？这个可以接，可不可以接这样子？四个可不可以接这样？不行，跟谁一样？看这样，跟他一样啊。这一个就是这个。这个就是这个，看出来吗？看出来吗？对不对？这一条是不是这一条？懂我意思吗？所以不可以这样接。好，那怎么接？擦掉啊！好，哎，我不要擦掉，这个就是打个叉叉就好了。哦，打个叉叉。那什么？那怎么接？四个要怎么接？你说不会这样子？不是不会这样，像跟他们一样，你们一样。哦，是不是新的东西？是哎。对，这是新的东西哦，好，新的东西，好，还有没有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是新的东西，是对，是不是新的东西？这是新的东西，不是，这不是新的东西，这跟谁一样？就跟下面的一样，对，这跟下面的一样，走。这一转一转，单键可以旋转嘛？当时我跟各位示范过，单键可以旋转，一转转完这边下面。哎、欸，那如果它变双键的话，双键不能旋转，对，就不一样。就是、另外一种新的，就对对，就是另外一个东西。好，我们后面有讲到，所以这个不是，哦，这个是。OK， 我们现在光看就有几种，一二三四五，五个同分一个物嘞。那怎么办？我要叫什么？正几碗、异几碗、新几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我还要再掰两个名字出来。所以这个问题，而且你看正义心它有规律吗？它没有规律，所以你要凭空去创造一个，你知道吗？例如说我可能叫什么哦，更新几碗，对不对？哦，或叫什么超新几碗，你这样子没完没了嘛？啊，等一下换什么甲乙丙丁戊己庚，庚有更多的，那我要叫什么超级无敌新之类的，你就是这个名字会越取越长，懂我的意思吗？你看得出来这个问题在哪边吗？它没有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去安排。他们一个系统性的安排，就好像今天你们学校通常啊来讲，假设有18个班，那叫做比如说高一一班、高一二班、高一三班、高一四班嘛，懂我意思吗？那可是今天如果不是用一班、二班、三班、四班，不是这样子一个规律的命名，等于说高一一个是正班、一班、新班，那第四个班呢？你要叫什么？第五个班要叫什么？这是一个问题嘛？那很麻烦嘛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
我们如果是这个碳数在六以上，碳数在六以上，我们发现这个问题，我们就要有一套更有系统的一个命名的方式，我们就不用这个命名方式了，我们就有一个更有系统的命名方式，我先把这边擦掉了，叫什么？叫做 IUPAC 命名方式哈。IUPAC 的命名方式，为什么叫 IUPAC？IUPAC 你们在化学课上都常常听到这五个字母组合起来，好，你们不要试着去念它。我知道有人可能是念 UPAC， 没有叫 IUPAC， 没什么 UPAC， 哦，没有这东西。什么叫 IUPAC？IUPAC 就是一群化学家，懂意思吗？他们组成了一个团体，他们就可以去规定，例如说一些有机化物或是物种的命名要怎么叫。懂意思吗？这种东西他们就开会去决定。好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化学世界的邪恶集团，知道吗？然后里面有很多化学家，然后他们就会去规定一些有的没的事情，然后规定下来的事情就会出现在考卷上，我要背。所以这是一个邪恶化学家的一个组织。哦，你也可以这样想。总而言之呢 ，IUPAC 他在这个地方他就提出了一个很有系统的一个命名方式。好，他提出很有系统的命名方式，他怎么命名的？来，我们先看一下这几个，我把这个擦掉。我们先看一下这几个。好，他说这个东西 ，OK， 你可以叫物烷，你可以叫物烷。我用黑色写的，代表是 IUPAC 的命名方式。好，代表是 IUPAC 的命名方式。OK， 这个不好意思，你不能叫物烷了，你要按照我们的方式来。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呢？我们的方式是这样子，你先找出最长碳链，第一步。找出最长的碳链。什么叫做找出最长的碳链？就是最长的那一根。最长的那一根，而且要怎样找出来？一笔画画出来，你可以画出最长的是哪一根？好，要一笔画画出来。以这个来讲，你可以有两种方式，这样子四个碳一笔画，或是到这地方转弯转下来也是四个碳，都可以。听懂吗？好，也是四个碳 ，OK， 那我就这样把它画出来，这叫我的最长碳链。这样听懂什么叫最长碳链吗？听懂什么叫最长碳链吗？可以吗？好，第一步找出最长碳链，第二步把最长碳链上面的碳都编号，好，把碳上把碳编号。编号呢，它有个规则，基本上你编号是只有两种的。这个怎么编号？只有两个方法嘛，要么就是一二三四嘛，要么是一二三四嘛，是不是只有这两种？你不会这边乱跳嘛，一二三四这边乱跳嘛，那就只会造成自己的困扰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让它变得越简洁越好，所以要么从左边开始一二三四，要么从右边开始一二三四，可以吗？这两个方法呢，只有一个是对的，哪一个方法是对的？由左到右。由右到左，由右到左，由右到左 ，OK， 它不是每次都由右到左，而是你要看接这边是不是有接了一个碳，就是最近的，这一个碳要让它接到的这个碳的数字是最小的，听懂意思吗？我再讲一次，接出去这个东西，它接到这个碳上嘛，你要让这一个碳的数字是最小的，你要让这个碳的数字最小，所以是不是要从右到左？右到左的话是一二三四，这样它是不是二号？如果由左到右，它会变几号？三号嘛，听懂吗？如果由左到右，一二三四，它是不是变三号？这样就没那么小嘛，所以不要用这个方式，我们用红色的由右到左的编号方式，这样听懂我意思吗？可以吗？这样听懂我意思吗？知道吗？好，我把上面擦掉哦，因为上面是错的。好，所以我现在是不是编号编好了？我现在是编号编好了。好，再来，要开始写名字了。好，要开始写名字了。写名字的时候，先决定主体，再决定官能基。决定了决这个决，对这个决好 ，OK， 再决定完了机，好，再决定完了机。
什么意思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现在的主体是什么？主体就是这个碳链，就被我用黑色的笔画出来这个碳链。这个碳链有几个碳？碳链有四个碳，可以吗？这四个碳，四个碳就配合什么？甲乙丙丁。所以呢，它的主体是什么？它的主体是丁烷。老师，他刚不是说是戊烷，整个叫戊烷嘛？但是我现在讲说不要用这个方式命名了嘛？我们用 IUPAC 建议我们的方式命名。我们先找出主体，也就是我画出来这个最长的碳链。这个最长碳链它本身它只有四个碳，所以叫做丁烷。哦，这叫丁烷。啊，我就先写丁烷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看有字看不懂的。有没有问题？目前有问题吗？有问题随时问了，没关系，好不好 ？OK， 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哦。OK， 有问题随时问了哈。好，这边是不是四个碳？所以它是不是叫丁烷？跟得上吗？可以哈。好，可是光写丁烷，当然没有办法把它描述的很完整，因为它这个地方还有什么？有一个东西跑出来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跑出来叫什么？这边是不是一个碳？什么的？这边是不是叫一个碳？一个碳的话，它形成的这个一个碳的话，它形成的官能基，我们就叫什么甲基。你可以想象是甲烷，你可以想象是甲烷去掉一个氢，哦，太激动了。你可以想象是甲烷，然后嘞，我把一个氢去掉，我把一个氢去掉，去掉以后呢，这个地方就蓄势待发了，准备要去接别人。这个东西就叫做甲基，所以甲基呢，我们又可以这样子写，可以写 CH3， 然后画一杠，这一杠是我准备要去接别人，这样听懂吗？对哈，所以甲烷拔掉一个变成甲基，这个地方是不是甲基？有一个 C 嘛，这边有 HHH， 是不是就 CH3？ 然后这边准备要去接别人，往上准备要去接别人，这东西就是甲基，所以我们要说什么？这个东西是一个。丁烷，这个丁烷上面有接一个什么东西？有接一个甲基，所以它就叫做甲基丁烷。二甲。好，可是我们还要去描述这个甲基接在哪里？这甲基接在哪边？这甲基接在哪里？几号碳上？二号。二号碳上，接在二号碳上，所以我前面要写一个二，然后呢画一杠，懂了吗？好，所以变成二甲基丁烷。这样了解吗？可以了解吗？可以哈。好，我们先整理一下，好不好？到这边要整理的同学，我先给你时间稍微整理一下。
好，就变这样子。我接后面是不是变这样子？这两个是不是一样？懂我意思吗？所以我给你甲基丁烷，你写出来的东西是一样，代表它不会搞混。在不会搞混的情况之下，这个二可以省略。所以以后你们会面临到一个问题：什么时候可以省略这个数字，什么时候不行？其实很简单。如果今天我省略以后，然后我叫你们全班画，只要画出来，就大家头脑都是正常的情况之下，好，只要画出来，大家都一样 ，OK， 那我就可以省略。如果画出来呢，有不一样的东西，我就不能省略。不是画错哦，我讲不是画错哦，是你们都画对的情况之下，但是有画出不一样的东西，那我就不能省略。懂意思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一个命名，一命名出来，你就要很清楚这个东西对应到一个结构式，而且每个人都很清楚，看到这个东西就对应到某个结构式，懂我意思吗？不能让你们出现混淆的情形。如果出现混淆的情形，代表那我还要再加数字，这样听懂我意思吗？可以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讲到的新物碗，也是一个我们新认识的东西。新物碗如果在 IUPAC 的一个命名体系之下，它要怎么命名？各位想想看，它要怎么命名？首先一样，第一步找出最长碳链。最长碳链怎么画？一笔画哦，一笔画最长哦，是不是只有办法这样画？或者你要这样也可以啊，或者你要这样，总而言之，你只能画到三个碳，对不对？一笔画是不是最后只能画三个碳？对不对？好，画完了，画完第二步要干嘛？画完第二步干嘛？要编号，要编号，要么从左到右，要么从右到左。可是这个情形，你会发现，我从左到右跟从右到左，其实编出来的东西都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那我就想一二三，为什么都一样？因为接到的都是几号碳？都是二号碳，接到的都是二号碳。你可以从左到右，你可以从右到左。写出来的东西都一样，懂我意思吗？好，好，我先把这个擦掉哈，把这个擦掉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那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我要怎么样子去命名？第三步，先决定主体，但不是小主体，要先决定什么东西？先决定主体。好，先决定主体，再决定官能机。好，先决定主体的时候呢，它的主体是什么？三个碳色叫什么？丙烷，很好。丙烷就是它的主体。再决定官能基，而官能基要放在前面哦，官能基要写在前面哦。它的官能基有什么？甲烷、甲基。甲烷变成拔掉一个氢，变成甲基。上面一个甲基，下面呢也有一个甲基，所以总共几个甲基？两个甲基。所以我就要讲说，哦，它有两个甲基哦，二甲基。二甲基丙烷，如果要编号的话呢，我要怎么写？二二甲基丙烷，少一个，二二二甲基。为什么？前面第一个数字要讲第一个甲基放在哪里？第一个甲基放在二号碳上。那第二个甲基呢？第一个甲基放在二号碳上，第二个甲基也放二号碳上嘛？听懂我意思吗？可以吗？第二个甲基也放在二号碳上，好，那我要一撇，逗号一撇，再写一个二。所以这两个二是什么意思？第一个甲基放哪里？放二号碳上。第二个甲基放哪里？放二号碳上。在数字跟国字中间放一个一杠，这叫 dash。好，这叫 dash， 放一杠。所以怎么念？二二二甲基丙烷，好像结巴一样，好吗？二二二甲基丙烷，好，二二二甲基丙烷，可以吗？听懂吗？了解哈，好。接下来我们可以先来看这个例题一的，我们可以先来看例题一的。等老师一下哦，好，老师画一下例题一。好，那例题一有点麻烦 ，CH3CH2CH， 这边是 CH3。
来，看到这个东西，我们用我们的方法，还记得刚刚的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吗？第一步先找出什么？最长的那一条。最长摊点，可是这一题会有一个麻烦。可以先把青绳略掉。可以，我可以先把青绳略掉，然后我要找最长摊点嘛。可是这一题在找最长摊点的时候，会出现一个小问题。会出现小问题，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？来，我先问各位，你最长摊点你这样找，一笔画画出来，你最多可以画到几个摊？你说，一笔画画出来，好，你最多可以画到几个摊？六个，六个摊对不对？有没有更多的？有，哎没有，没关系，我们慢慢看，再仔细看一下，有没有更多的？没有吗？没有吗？没有更多，是不是最多六个摊？可是这六个摊有不同的画法。我先画两个东西给你看，好来，第一个是这样，这样是六个碳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是不是也六个碳？可以吗？请问你，红色的线跟蓝色的线，它所画出来的意义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。它画出来的意义有没有一样？它差在哪边？差在最上面。这个往左跟这个往上的，这边是不是都是它接甲基？哦。所以两条线画出来的意义是相同的哦。懂我的意思吗？两条线画出来的意义是相同的哦。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好，来，那我问你哦，如果我画黑色这条线，是不是也是六个碳？黑色这条线和红色或是蓝色这条线画出来的意义是一样的吗？黑色这条线画出来跟红色或蓝色画出来的意义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。其实什么叫做意义是一样？很简单，你去数它有几个取代基就好了。你去数它有几个官能基，或者有几个取代基。我们来看一下啊、哦，如果画。对啊，我把这擦掉好了。我再重画一次，不然太乱，没分清楚哈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哦。如果是刚刚黑色这条，我现在不画了哈。下面黑色这条线六个碳，请问你有几个取代基？两个，什么意思？哪两个取代基？一个取代基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？这边是一个取代基接在这个碳上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另外一个取代基呢，在哪里？那个取代基在哪边？在这里，是不是接在这个碳上？懂意思吗？看懂吗？可以吗？可是如果你画的是 U 字形的呢，是不是也是六个碳？这也是六个碳。可是你有几个取代基？如果你画的是 U 字形，来，我再画一次哦，直接看上面，这样子 U 字形这样连起来，这样一笔画连起来，你有几个取代基？四个取代基哦。哪四个取代基？这边是不是一个？两个甲基。这边是不是一个？这边是不是一个？这边是不是一个？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主链都是六个碳的情况之下，还是会有差别。很明显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情形，但是只有一种是对的。哪一种是对的？最少的那一种。最多的。最多。取代基要越多越好。懂我意思吗？好，所以我现在把主链标出来，应该是怎样？要画 U 字形的那个。如果主链有一样的碳数，取代基要越多越好。哦，主链有一样的碳数，取代基越多越好。看出没？我是。这种时候我就会回头。叫我名字，我连老师，是我老师都不认。
不去。来，主链哦，相同探索的时候，取代机制越多越好，懂意思吗？哦，可如果有个七个，那我就 以比较长，以七个探索为主。如果都是六个，取代机越多越好。同学，你可以去思考一下，为什么取代机制越多越好？因为他要求。对，他为什么会这样要求？他是有他的原因的哦，有他的逻辑在的。因为当取代机越多个的时候，每一个取代机它是越复杂还是越简单？越简单。对哦，懂意思吗？听懂意思吗？像刚刚如果画下面，我主链是画一直线的话，只有两个取代机，这个取代机是不是就三个碳了？这个取代机是不是也三个碳了？对不对？可是当我画 U 字形的时候，虽然主链都是六个碳，但是这个取代机只剩两个碳，这个取代机只剩一个碳，是不是每一个取代机它就会变得越简单？这样听懂我讲什么意思吗？哦，取代机一定是越简单越好。哦，取代机一定是越简单越好。好，好，因为每个取代机，好，会越简单。取代机一定是越简单越好，因为这样你后面命名才会顺，懂我意思吗？好，我把左边擦掉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做碳编号？是不是要开始做碳编号？做碳编号，一个是从左上开始编，一个从右上开始编。可是因为这一题，这个有机化合物它是对称的一个形式，所以从哪边开始是不是都没关系？没，听懂我意思哈？因为它对称嘛，从哪边开始都没关系。好，那我就找一个我喜欢的，我从这边一二三四五六，哦，一二三四五六 ，OK。所以第二步也完成了，第二步也完成了，接下来是不是第三步？第三步要做什么事情？先找到主体，再把观证机往前面写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先找到主体，再把观证机往前面写。来，它的主体是什么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碳，所以主体是什么？几碗，很好，几碗。哦，主体是几碗，对不对 ？OK， 接下来放取代机喽。它有什么取代机？二甲基、二乙基。二甲基跟二乙基有两个甲基，两个甲基跟什么？两个乙基。两个乙基，对，甲基要写比较前面，乙基要写比较后面，它是按照甲乙丙丁这样子写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两个甲基，我要写在这边，两个甲基。两个乙基，写在后面一点。可是我还要去说明，这两个甲基接在哪里？两个甲基接在哪边？一个甲基接在二号碳，另外一个甲基接在五号碳。好，根据我们刚刚学到的，二五要怎么写？二五嘛，可是这个二跟五中间要怎么写？二逗号五，是这样子。数字跟中文字中间一定要有个 dash， 一定要一横，所以是二逗号五，然后一横二甲基。乙基呢，你也要说明它的位置哦。乙基要说明它的位置哦。乙基的位置在哪里？乙基位置一个接在三号，一个接在四号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什么？三一撇。四，然后一横，二乙基，不要不行，最好不要不行，好，好，三
三一撇，四一撇，二乙基，一个乙基接在三号，一个乙基接在四号。好，注意一件事情，这个三一撇四跟后面二乙基数字跟中文字之间是不是要加一个 dash？ 啊，前面的也要哦，这也是数字跟中文字之间嘛，所以这边要加一个 dash， 听懂吗？再来，这后面要不要加什么？不用，中文字跟中文字之间直接写，所以整理完它会变什么？二五二甲基。三四二乙基，几万？好，那我们就要找一个这个选项。二五二甲基，三四二乙基，几万？答案是 A 吗？可以吗？这样念懂吗？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今天就要上到这边，好不好？然后。下个礼拜这一份麻烦继续帮我带来。如果你忘记带没关系，我也会先印一些。可是你可能你回去可能就要重抄笔记了，就是要把上礼拜抄到这礼拜，或是看怎样，好不好？有办法有记得带就记得先把它带过来，然后就记得把它带过来，这样 OK 吗？然后下礼拜我会赶快去带那个打洞的，我就帮你们打一下洞，你就可以放到活页夹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上这边。那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好，有问题的话可以那个来前面问我，好不好？有问题的话可以来前面问我。